来，跟我走。你离开这里。哎呀，去哪里呀？随便去哪儿都好。喂，章鱼妹，你干嘛穿成这样啊你？你崇拜我，你也不用学我吧？不是，你穿成这样，你好意思带我兄弟私奔啊？什么时候淹的呀？哎，我忘了，不用淹是不是啊？哎，闭嘴！那你到底跟不跟我走啊？大小姐，我现在很烦，你能不能不要胡闹啊？难道你对我一点感觉也没有吗？完全没有。你碰了我的身体。哎呦，我说了几百回了，那次是不小心的。那你为什么还把我带回家去？那天你一个女孩子没地方去，又不肯回家，那我就只好带你回家去啊。就像路边的流浪狗，我看见了也会收留的。你说我是流浪狗？哎，他呢只是打个比方说你是狗。闭嘴。你说那为什么我走了你还叫他跟着我，叫我回去呢？你一个女孩子在外面会有危险吗？换成其他人我也会这么做的。哎，对，这一点呢我可以作证。闭嘴。你要是想跟着我过，要种地养猪，上山采药，洗衣做饭，好好的大小姐不当，想当佣人，你是不是傻呀？我不在乎的。哎，我说你可千万不要冲动啊，他们家这猪圈味儿啊真的有点重啊。得，我闭嘴，你们聊啊。我闭嘴还不行吗？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，我不可能跟你私奔的。我都不嫌弃你了，你到底觉得我哪里不好啊？没什么不好，只不过我们两个不合适嘛。那你到底有没有喜欢过我？我喜欢你，我真的喜欢你，你离我越远我越喜欢。这回不能再闭嘴了，有话好好说，你干嘛动手啊你是不是？喂，你还真打呀你？喂，闹着玩吓死手是不是？